满足你任何愿望。伯父，最近府上可有怪事啊？你喜欢我的身体吗？喜欢。那你摸摸我，你摸摸我，不敢，你摸摸我。金光素现，守护之人，举起如云令。你一个驱魔师，现在可是妖怪毒剑。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这就是他养的那只妖。你不是一直想跟你哥一样，享受荣华富贵吗？这次我一定要除掉你！师父，接着！这闭嘴出来！没有的，出来他就会死！